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，法会圣众第一，如是我闻。一时佛在王舍城提督觉山中，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，一切大圣神通已达，其名曰尊者焦纯如，尊者舍利佛，尊者大目犍连，尊者迦摄，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。又有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。而尊普贤第二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，所谓善思维菩萨、慧辩才菩萨、观无住菩萨、神通花菩萨、光音菩萨、宝床菩萨、至上菩萨、吉根菩萨、信慧菩萨、愿慧菩萨、相向菩萨、宝音菩萨、中住菩萨、智行菩萨、谢托菩萨而为上首，咸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，具足无量行愿，安住一切功德法中，游步十方，行权方便，入佛法藏，就近彼岸，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。舍兜率降王宫，弃位出家，苦恨学道，作思世现，顺世坚固，以定慧力降伏魔怨，得微妙法成最正觉。天人归养勤转法轮，常以法音觉诸世间，破烦恼成坏诸欲欠，洗濯垢污显明清白，调众生宣妙理，主功德是福田，以诸法药救疗三苦，升灌顶阶受菩提记，为教菩萨作阿舍离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，无量诸佛咸共护念，诸佛刹中皆能示现，替善患师现众异象，于彼相中实无可得，此诸菩萨亦复如是，通诸法性达众生相，供养诸佛，开导群生，化现其身，犹如电光，猎魔见网，解诸缠缚，远超声闻辟之佛地，入空无相无愿法门，善力方便显示三圣，于此中下而现灭度，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，即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误入华严三昧，具足总持百千三昧，住身禅定，悉睹无量诸佛，于一念顷遍游一切佛土，得佛辩才，住普贤恨，善能分别众生语言，开化显示真实之际，超过世间诸所有法，心常地住度世之道，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，为诸数类作不请之友，受持如来甚深法藏，护佛种性常始不绝，心大悲，明有情，眼慈辩，受法眼，度恶趣，开善门，于诸众生视若自己，整计负荷皆度彼岸，悉获诸佛无量功德，智慧圣明不可思议，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，
又有比丘尼500人，亲信士7000人，亲信女500人，欲界天、色界天、诸天梵众悉共大会。大教缘起第三。尔时世尊威光赫奕，如容金质，又如明镜，影唱表里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。尊者阿难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，光颜巍巍，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喜得瞻仰，生稀有心。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长跪合掌而白佛言：世尊，今日入大极定，住奇特法，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，最胜之道，去来现在佛佛相念，唯念过去未来诸佛爷，唯念现在他方诸佛爷，何故威神显耀，光瑞殊妙乃尔，愿为宣说。于是世尊告阿难言：善哉善哉，汝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，能问如是微妙之意。汝今思问，胜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之佛，布施累劫诸天人民冤非软动之类，功德百千万倍。何以故？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故。阿难，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，所以出兴于世，光阐道教，欲整群盟，会以真实之力。难执难见，如幽昙花稀有出现，汝今所问多所饶益。阿难当知，如来正觉，其智难量，无有障碍，能于念请助无量亿劫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。所以者何？如来定慧救畅无极，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。阿难谛听，善思念之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法藏因地第四。佛告阿难：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，有佛出世，名世间自在王如来，应供等正觉，名行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，调御丈夫，天人师，佛世尊，在世教授42劫，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，有大国主名世饶王，闻佛说法欢喜开解，寻发无上真正道义，弃国捐王，行作沙门，号曰法藏，修菩萨道，高才勇哲，与世超异，信解明记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，增上其心，坚固不动，修行精进，无能于者，往诣佛所，顶礼长跪，向佛合掌，即以胁托赞佛，发广大愿颂曰：如来微妙色端严，一切世间无有等，光明无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逆耀，世尊能演一音声，有情各个随类解，又能现一妙色身，普使众生随类见，愿我得佛清净身，法音普及无边界，宣扬戒定精进门，通达甚深微妙法，智慧广大深如海，内心清净觉尘劳，超过无边恶趣门，速到菩提究竟岸，无名贪嗔皆永无，或尽过无三昧力，亦如过去无量佛，唯彼群生大导师，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，常行布施及戒忍，精进定慧六波罗，为度有情令得度，以度知者使成佛，假令供养恒沙圣，不如坚勇求正觉，愿当安住三摩地，恒放光明照一切，感得广大清净居，殊胜庄严无等伦，轮回诸去众生类，速生我刹受安乐，常运慈心拔有情，度尽无边苦众生，
我行决定坚固力，为佛圣智能正之，纵使身至诸苦中，如是愿心永不退。至心精进第五，法藏比丘说此偈已，而白佛言：我今为菩萨道，以发无上正觉之心，取愿作佛，悉令如佛，愿佛为我广宣经法，我当奉持如法修行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，速成无上正等正觉，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，所居国土教授名字，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转类，来生我国，悉作菩萨。我立誓愿，都胜无数诸佛国者，宁可得否？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：譬如大海一人斗量，经历结束尚可穷抵，人有至心求道，精进不止，未当克果，何愿不得？汝自思维修何方便，而能成就佛刹庄严？汝所修行，汝自当知，清净佛国汝应自摄。法藏白言：思意宏深，非我境界，唯愿如来应正便知，广演诸佛无量妙刹。若我得闻如是等法，思维修习，誓满所愿。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，志愿深广，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，应其心愿，悉现与之。说是法时，经千亿岁，尔时法藏闻佛所说，皆悉睹见，启发无上殊胜之愿，于彼天人善恶，国土粗妙，思维究竟，便依其心选择所欲，结得大愿，精勤求索，功甚保持，修习功德满足五劫，于彼21俱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，明了通达，如一佛刹，所设佛国超过于彼，即摄受已，复亦是自在王如来所，其手礼足，绕佛三匝，合掌而住，白言：世尊，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。佛言：善哉，今正是时，汝应具说，令众欢喜，亦令大众闻是法已，得大善力，能于佛刹修习摄受，满足无量大愿。发大誓愿第六，法藏白言：唯愿世尊大慈听察，我若证得无上菩提，成正觉已，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，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，所有一切众生以及夜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，受我法化，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不复更堕恶趣，得誓愿乃作佛，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，皆具紫摩真金色身，32种大丈夫相，端正净洁，悉同一类。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自知无量劫时宿命，所作善恶，皆能洞视彻听，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，不得誓愿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他心智通，若不悉知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，于一念顷不能超过亦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历供养诸佛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远离分别诸根极净，若不决定成等正觉，正大涅槃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光明无量，普照十方，绝胜诸佛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，
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处其身，莫不安乐，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寿命无量，国中声闻天人无数，寿命亦皆无量。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，于百千劫悉共计较，若能知其量数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，若不共称叹我名，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至心信要，所有善根心心为向，愿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，唯除忤逆，诽谤正法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发菩提心，修诸功德，奉行六波罗蜜，坚固不退，复以善根回向，愿生我国，一心念我，昼夜不断。临寿终时，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，经须臾间，即生我刹，作阿惟越致菩萨，不得誓愿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号，信念我国，发菩提心，坚固不退，执众德本，至心回向，欲生极乐，无不遂者。若有宿恶，闻我名字，即自悔过，为道作善，便持经戒，愿生我刹，命中不复更三恶道，即生我国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无妇女，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信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生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众生闻我名字，欢喜信要，礼拜归命，以清净心修菩萨恨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。若闻我名，寿终之后生尊贵家，诸根无缺，常修殊胜梵恨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不善名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皆同一心住于定居，永离热闹，心得清凉，所受快乐犹如漏尽比丘。若其想念贪计深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善根无量，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，身顶皆有光明照耀，成就一切智慧，获得无边辩才，善谈诸法秘要，说经行道，语如钟声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有众生生我国者，究竟必至一生补处，除其本愿为众生故，披红饰铠，教化一切有情，皆发信心，修菩提恨，行普贤道，虽生他方世界，永离恶趣，或要说法，或要听法，或现神足，随意修习，无不圆满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生我国者，所需饮食、衣服、种种供具，随意即至，无不满愿。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，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万物严净光丽，形色殊特，穷微极妙，无能称量。其诸众生虽具天眼，有能辨其形色、光相、名数及总宣说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，亦能了之。欲见诸佛净国庄严，悉于宝树间见，犹如明镜睹其面相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所居佛刹广博严净，光明如镜，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。若不尔者，不取正觉。
我作佛时，下从地际上至虚空，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，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，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，诸身总持住三摩地，至于成佛，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，不失定义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。我作佛时，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，正离生法或陀罗尼，清净欢喜得平等住，修菩萨恨具足得本，应时不惑一二三忍，于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，不取正觉。必成正觉第七。佛告阿难，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，以记诵曰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，自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觉。复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，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，出生众善根，成就菩提果。我若成正觉，利民无量寿，众生闻此号，俱来我刹中，如佛金色身，妙相悉圆满，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，离欲身正念，尽废修犯恨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，消除三垢名，宁济众恶难，悉舍三途苦，灭诸烦恼暗，开彼智慧眼，获得光明身，闭塞诸恶道，通达善趣门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，如佛无碍智，所行此敏行，常作天人师，得为三界雄，说罢狮子吼，广度诸有情，圆满其所愿，一切皆成佛。自愿若克果，大千因感动，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发。佛告阿难，法藏比丘说此颂已，应时普地六种震动，天玉妙花已散其上，自然音乐空中赞言，决定必成无上正觉。积功累德第八。阿难，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，发思弘誓愿已，住真实会，勇猛精进，一向专制庄严妙土，所修佛国开阔广大，超胜独妙，建立常然，无衰无变，于无量劫积值德性，不起贪嗔痴欲诸想，不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，行极净行，远离虚妄，依真谛门，执众德本，不计众苦，少欲知足，专求白法，惠利群生，志愿无倦，忍力成就，于诸有情常怀慈忍，和言爱语，劝谕策进，恭敬三宝，奉事师长，无有虚伪谄屈之心，庄严重行，诡犯具足，观法如画，三昧常极，善布口业，不积他过，善布身业，不失律仪，善布意业，清净无染，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，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之行，教化安利众生，助于无上真正之道，由成如是诸善根故，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，或为长者居士豪姓尊贵，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，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，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，如是功德说不能尽，身口常出无量妙香，犹如旃檀优波罗花，其香普熏无量世界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，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悉皆具足，手中常出无尽之宝，庄严之具，一切所需最上之物，必要有情，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圆满成就第九。
佛告阿难，法上比丘修菩萨恨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，于一切法而得自在，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。所发誓愿圆满成就，如实安住，具足庄严，威德广大，清净佛土。阿难闻佛所说，白世尊言：法藏菩萨成菩提者，为是过去佛也，未来佛也，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。世尊告言：彼佛如来，来无所来，去无所去，无生无灭，非过现未来，但以仇怨度生，现在西方去念菩提百千俱之那由他佛刹，有世界名曰极乐。法藏成佛号阿弥陀，成佛以来于今时节，今现在说法，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，皆愿作佛弟时。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，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，皆大欢喜，各持一经花盖，俱到佛前作礼，以花盖上佛椅，却作一念听经，心中怨言：令我等作佛时，皆如阿弥陀佛。佛即知之，告诸比丘：是王子等后当作佛，比于前世住菩萨道，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，迦摄佛时，彼等为我弟子，今供养我，复相执也。十诸比丘闻佛言者，莫不待之欢喜。国界严禁第十一。佛喻阿难：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，永无众苦诸难恶趣魔恼之名，亦无四时寒暑雨鸣之意，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，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，宽广平正不可限及，惟妙其力清净庄严，超于十方一切世界。阿难闻已，白世尊言：若彼国土无须弥山，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依何而住？佛告阿难：夜魔兜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？阿难白言：不可思议业力所致。佛喻阿难：不思议业如可知也？汝身果报不可思议，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，众生善根不可思议，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，其国众生功德善力助行业地及佛神力，故能尔尔。阿难白言：业因果报不可思议，我于此法实无所获，但为将来众生破除遗忘，故发思问。光明遍照第十二。佛告阿难：阿弥陀佛威神光明，最尊第一，十方诸佛所不能及，遍照东方恒沙佛刹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。若化顶上圆光，或一二三四游巡，或百千万亿游巡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，或照百千佛刹，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。诸佛光明所照远近，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，至作佛时各自得知，自在所作不为预计。阿弥陀佛光明甚好，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是故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，亦号无边光佛、无碍光佛、无等光佛，亦号智慧光、常照光、清净光、欢喜光、解脱光、安稳光、超日月光、不思议光。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，垢灭善生，身亦柔软。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皆得修习，命中皆得解脱。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，日夜称说，至心不断，
随意所愿得生其国，受众无量第十三。佛喻阿难，无量寿佛寿命长久，不可称计，又有无数声闻之众，神智洞达，威力自在，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。我弟子中大目犍连，神通第一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星宿众生，于一昼夜悉知其数。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，一一圆觉寿万亿岁，神通皆如大目犍连，尽其寿命，竭其智力，悉共推算。彼佛会中声闻之数，千万分中不及一分。譬如大海深广无边，摄取一毛，悉为百分。醉如为尘，以一毛尘沾海一滴，此毛尘水比海孰多？阿难，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，如毛尘水。所谓知者，如大海水。彼佛受量，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，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。宝树遍国第十四。彼如来国多诸宝树，或纯金树、纯白银树、琉璃树、水晶树、琥珀树、美玉树、玛瑙树，唯一宝城不杂于宝，或有二宝、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，根茎枝干此宝所成，花叶果实他宝化作，或有宝树黄金为根，白银为身，琉璃为枝，水晶为梢，琥珀为叶，美玉为花，玛瑙为果，其余诸树复有七宝，互为根干枝叶花果，种种共成，各自一行，行行相直，茎茎相望，枝叶相向，花实相当，容色光耀，不可生视，清风时发出五音声，微妙工商自然相和，是诸宝树周遍其国。菩提道场第十五。有其道场有菩提树，高四百万里，其本周围五千由旬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，花果芙蓉光辉遍照，富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，众宝之王以为璎珞，云聚宝所是诸宝柱，金珠绫罗周匝条间，珍妙宝网罗覆其上，百千万色互相映视，无量光颜照耀无极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，微风徐动吹诸枝叶，演出无量妙法音声，其声流布遍诸佛国，清唱哀亮，惟妙和雅，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。若有众生睹菩提树，闻声嗅香，尝其果味，触其光影，念述功德，皆得六根清澈，无诸恼患，住不退转，至成佛道。复由见彼树故，或三种忍：一音响忍，二柔顺忍，三者无生法忍。佛告阿难，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与诸众生而作佛事，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，本愿力故，满足愿故，明了坚固究竟愿故。唐舍楼观第十六。有无量寿佛讲堂经舍，楼观兰顺，一阶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以为交落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，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，思道及坐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经者，经行思道及坐禅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兹陀含，获得阿那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，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。全持功德第十七。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，宗广深浅，皆各一等，或十由旬、二十由旬，乃至百千由旬，湛然相结，具八功德。岸边无数旃檀香树，
吉祥果树花果横方，光明照耀，修条密叶交付于池，出种种香，事无能御，随风散覆，盐水流分。又复池室七宝，地布金沙，幽波罗花，波檀摩花，居牟头花，芬陀利花，杂色光茂，弥覆水上。若比众生过遇此水，欲至足者，欲至膝者，欲至腰翼，欲至颈者，或欲贯身，或欲冷者、温者、急流者、缓流者，其水一一随众生意，开神悦体，静若无形，宝沙映彻，无身不照，围栏徐回，转向灌注，播扬无量微妙音声，或闻佛法僧声、波罗蜜声、止息极静声、无声无灭声、实力无畏声，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、大慈大悲喜舍声、甘露灌顶受畏声，得闻如是种种声已，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，正直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与法相应，其愿闻者则独闻之，所不欲闻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。十方世界诸往生者，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生，悉受清虚之身，无极之体，不闻三途恶恼苦难之名，尚无假设，何况实苦？但有自然快乐之因，是故彼国名为极乐。超世西有第十八，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，超世西有前同一类，无差别相，但因顺于方俗，故有天人之名。佛告阿难，譬如世间贫苦乞人，在帝王边，面貌形状宁可类夫，帝王若比转轮圣王，则为比漏，有比乞人在帝王边也。转轮圣王威相第一，比之刀立天王又复丑劣，假令地势比第六天，虽百千倍不相类也。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，虽万亿倍不相及待，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他化自在天王，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，一切天人不可为比，百千万亿不可计备。阿难应知，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，不可思议。受用具足第十九，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，或已生，或现生，或当生，皆得如是诸妙色身，形貌端严，福德无量，智慧明了，神通自在，受用种种一切丰足，宫殿服饰香花幡盖庄严之具，随意所需悉皆如念。若欲时时七宝钵器自然在前，百味饮食自然盈满，虽有此时实无食者，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，色力增长而无变味，身心柔软无所畏着，是以化去实至复现，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，无量光明百千妙色，悉皆具足自然在身，所居舍宅趁其形色，宝网弥覆悬珠宝铃，奇妙真意周遍教室，光色晃耀尽极严厉，楼冠栏顺堂宇房阁，广狭方圆或大或小，或在虚空或在平地，清净安稳微妙快乐，应念现前无不具足。德风花语第二十，其佛国土每于时时自然德风徐起，垂诸罗网及众宝树，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，流布万种温雅德香，其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，风处其身安和调适，犹如比丘得灭尽定，复吹七宝铃树飘花成聚，种种色光遍满佛土，随色次第而不杂乱，
柔软光洁，如兜罗绵，足履其上，莫伸四指，随足举矣，还复如初。过十时后，其花似墨，大地清净，更遇新花。随其时节，还复周遍，与前无异，如是六梵。宝莲佛光第二十一，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，其花光明无量种色，青色青光，白色白光，玄黄珠子，光色亦然，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，应是真奇，明耀日月，比莲花亮，或半游旬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，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，身色紫金，相好殊特，一一诸佛又傍百千光明，普为十方说微妙法，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。觉正极果第二十二，复次阿难，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，日月星耀昼夜之象，亦无岁月结束之名，复无著着家世，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，亦无取舍分别，唯受清净最上快乐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若已生若当生，皆悉住于正定之具，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邪定具及不定具，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。十方佛赞第二十三，复次阿难，东方恒河沙数世界，一一界中如恒沙佛，各出广长舌相，放无量光，说诚实言，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。南西北方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。四维上下恒沙世界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。何以故？欲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，发清净心，意念受持，皈依供养，乃至能发一念净信，所有善根至心回向，愿生彼国，随愿皆生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正等菩提。三辈往生第二十四，佛告阿难，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其有至心愿生彼国，凡有三辈，其上辈者舍家弃欲而作沙门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修诸功德，愿生彼国。此等众生临寿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今须于间，即随彼佛往生其国，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生，智慧勇猛，神通自在。是故阿难，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，应发无上菩提之心，复当专念极乐国土，积极善根，应持回向，由此见佛，生彼国中，得不退转，乃至无上菩提。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，大修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随彼修行诸善功德，奉持斋戒，起立塔像，反时沙门，玄僧燃灯，散花烧香，以此回向，愿生彼国。其人临终，阿弥陀佛化现其身，光明相好，具如真佛，与诸大众前后围绕，现其人前，摄受导引，即随化佛往生其国，住不退转，无上菩提，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。其下辈者，假使不能作诸功德，当发无上菩提之心，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欢喜信要，不生疑惑，以至诚心，愿生其国。此人临终梦见彼佛，亦得往生，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。若有众生住大圣者，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，愿生其国，闻甚深法，即生信解，
乃至获得一念净心，发一念心，念于彼佛。此人临命终时，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，净生彼国，得不退转，无上菩提。